老人有活力，所以参加啊，即组织即个活动吼，感觉足幸福的。行善不落人后，长辈尽心募爱，也实际付出爱。此际安平联络处第四年迎春接福，来到二手祈福区，一样热闹滚滚。延续屋面又可以买到好货，又可以做爱心，蛮值得的，就是可以帮助很多人。主要是要护持大爱台，然后我们有一连续的活动，就是星期三。我们是有募心募爱到蓄力来，护持大爱台净化人心，期盼人人将爱心扩大，把幸福分享出去，帮助叙利亚难民。大爱新闻潘真正瑞平台南报道。至于对宝岛这。